尽情的展开，所以接下来又是大家可以尖叫的时刻。刚刚陈零九登场了，你们觉得谁应该也要登场？哎呀，你们怎么都知道啊？我的手卡是不是在你们手上？那你们准备好你们的声音了吗？我们希望透过镜头让全台湾的朋友听到，因为除了是分享我们新北市的喜悦，安坑轻轨通车，你们刚刚说的这位也要降临在这个舞台上了，而且很快他要开演唱会，今天这个舞台就抢先唱给你们听，好不好？尖叫声欢迎周峰泽。感觉我变高了，有吗？有，在这里什么都要说有，对不对？帅不帅？肯定的。哎，今天站在这里感觉如何？你要放眼望过去，你像黑压压一片，其实都是人头。对啊，好漂亮哦！而且这里就是晚上的时候。哎，你们现在笑是笑什么意思？你们不漂亮吗？啊，你们漂亮吗？漂亮吧。你刚刚是不是突然有点怀疑？你说完漂亮，然后他们笑了。可能他们在抓我的一个 bug 吧，我可能没有把哪一句话说好。很漂亮是不是？漂亮呢，可爱呢，可爱呢，すごい呢。我们为什么要讲日文？是。但我跟你讲，今天在这里有没有一种感觉，好像到了演唱会，感受热情？
有，因为其实不到两个礼拜内我就要开我的北流台北见过声音的人演唱会了，所以希望还没买票的朋友们希望可以来支持一下，所以今天也算是一个暖开场，暖身，对不对？而且就是我觉得搞不好可以透露一点点，对演唱会会有什么惊喜桥段吗？惊喜就是会有特别嘉宾。惊喜，哎呦，会有特别嘉宾。还有呢，有再多一点讯息吗？因为你刚刚很可爱，你突然抱胸，我想说哦，好，是有什么？这个特别嘉宾是男生。OK， 就这样子够了，太不能太多。OK， 好吧，2月25号那天见真章。不过其实说到了演唱会，我觉得每次开演唱会一定是全台湾各地的朋友。以往可能大家坐捷运啊，坐高铁去四面八方来，现在可以坐轻轨了。如果是新北市安坑的朋友，对，重点是这里离我的演唱会是顺路的，不远的。对，可以转乘。对，我很远吗？Sorry， 我那个地图。你们可以不要那么诚实吗？一点都不远好吗？我们现在减少了通勤时间15到20分钟，我们已经拉近距离了，你们还想怎么样？还是你们觉得要搭直升机比较快？好什么好，我们要节能减碳，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我跟你说，你可以跟大家呼吁一下，可以搭乘。如果是住在新北、住在新店、安坑的朋友，他们搭安坑轻轨，搭到14张站，可以转环状线进入到大台北都会区。是的，鼓励大家来这里经过一下，打卡。而且告诉你，现在凭借着悠游卡，还有呢一卡通，免费搭乘。因为演唱会时间是2月25号，是晚上。所以如果你是从安坑的朋友，这一段是免费的，很划算。所以要把握3月12号之后，我们就会正式的计价。哦，3月12是不是？对，因为免费试乘，然后一个月，然后我们希望透过滚动式的修正，好上加好，让大家习惯有这样的交通模式。好啊，跟我的演唱会刚好时间点一模一样。可以吧？大家可以这时候附和我们一下吗？太好了，果然这边歌迷朋友很厉害。那后面的呢？后面的挥挥你的手好不好？而且有荧光棒的一定要秀出来，因为你们现在大概只看得到人头，可是看不到光线。这边请大家展现热情。那当然我们也请大家赶紧分享出去你今天拍的照片，然后记得 hashtag 幸福新北光耀安坑。那我们也希望所有的蜂蜜嘛，还有秋风泽，待会享受这个舞台。好，好不好？好享受的，谢谢。接下来时间交给你咯。好，继续把时间交给秋风泽。啊，大家好。好了，这个非常美好的夜晚啊，大家希望今天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我的新专辑的歌曲，也算是非常重要的一首，所以直接带来这首《浮木》送给你们。
朋友可以到我的 YT 频道搜寻。接下来这首歌曲，我觉得蛮多正能量跟温暖的，所以希望呢这首歌可以带给你一点力量，直接带来这首《冰山》送给你们。为什么
知道我们都